子尊王的啊，我们桃园有一座广慈尊王庙，在桃园大庙啊旁边啊，那个庙叫镇公，乡镇公所的镇，府是安抚的府，安抚镇公里面拜的有广慈尊，他们是姓杨的，桃园的姓杨的啊奶奶的族群来拜的啊，奉三祀。啊，那金门也把原乡的那种，那个木马猴恩主公，啊，拜来。我们讲恩主公，不是那个台北的恩主公要讲关公，对不对？可是金门的恩主公是，啊，是那个福建庙拜那个唐朝的陈岳，这地方的守护神，啊，他们叫做吴江，吴江就是金门的养亲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过，也看到这些啊，都很容易做一个推论，推论出这边的移民是哪里来的。就像如果我们在新加坡看到一座庙是义民爷的话，就很容易推论出啊，可能跟台湾的客家乡亲有关系的啊，啊，就这样推论。他也是住在海边的直洛衙役街，啊，直洛衙役街，啊，直洛衙役街，马来文的意思就是海湾，啊，海湾，啊，这是老照片，啊，老照片，啊，老照片一看啊，这种庙，在街屋，这整个是商业的街道。街屋里面一个大平数的，看这个庙跟我们万华龙山寺是很像的，跟那个龙源宫看起来是蛮像的，那个屋顶燕尾翘云，闽南式的，前面都是门前车马喧，那都是车马车，门前车马喧，那个载货，载货就是那个。两头牛，啊，再或啊，一座每次一些粮食啊，这个在啊，在这个庙前面啊，这个是画，这是照片，摄写真啊，今到现场看还都是啊，除了这个高阁楼之外，这个阁楼是文昌阁，文昌帝君的。这是除夕拍的，两年前春节，到新加坡，自助旅行，就住在有车水，有走路就可以走过来的。新加坡做的那个自助旅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为什么？治安很好。哎，那背包客落呆了。那治安不好的话，治安哪里最差？你知道吗？意大利，意大利治安最差的。好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。